不管你有喝那个可乐还是那个什么白石可乐这些，他们都喜欢喝这个果汁，然后有加冰块，还有是那个传统的汽水，就是刚刚你们有没有看到，就是那个古都布泰那边呢，有小小的瓶子啊，然后那个瓶子的口那边呢也要装一个那个单柱啊，就是我们叫那个单柱水瓶的，那里面要装那个碳酸汽水。 然后就是碳酸汽水倒在杯子里，然后还有加那个柠檬，还有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自然叫那个香料？哎，那个自然香料啊，这个自然版的，然后还有加那个自然粉，然后那个柠檬，还有这个碳酸汽水啊。这东西还不错吃哎，味道还蛮像那个。 可乐的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嗯，你们要不要？是不是，看出这些小朋友啊，就躺在那个地上嘛。然后那个他们就是，如果你们要看到他们，就表情啊，就是那个很开心的。然后那个他们可能是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东西啊，但是他们肚子不会饿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呢？ 小朋友都一直要想吃东西嘛，但是他们不会想吃东西啊，也不会打扰他爸爸妈妈，就是给我饭吃啊，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从小说给他们吃那个鸦片嘛。哇！他们鸦片整天都是含在这里，睡觉的时候也是把那个这个鸦片球放在那个嘴巴里面，所以如果你整天要吃鸦片呢，你不会肚子饿啊。 没有，都收十块都比你可以买的更多。我帮你看。都要做安检了。 这里其实是沙漠地区，所以他们要定时的浇水。今天去我们的行程里面是第二最古老的景点了。第一是那个地下皇宫，就是我们那个第三天要参观。地下皇宫差不多要1300年的历史。 啊，这个建筑有那个900年的，然后这个今天是叫那个古都布塔，它是那个高塔的塔，啊，古都布是一个那个阿富汗的一个国王的名字，然后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国王，他是1099年的时候啊，他要入侵那个新德里，然后他要入侵新德里的时候，在这边有一个那个印度教的国王嘛，但是这个阿富汗的国王啊，他很容易要打败新德里的这个印度教的国王。 然后他就那个迫害他的整个那个皇宫嘛，就是前面你们有看到这个部分呢、啊，这个以前是那个这个印度教的这个国王的皇宫，然后阿富汗的这个国王啊，他全部要迫害他的皇宫，然后在他的废墟上，他要盖他自己的一个皇宫，所以你们有看到第二个宫门吗？对，这是回教的那个建筑风格、啊，前面的这个是那个印度教的。 所以那个他以后在这边要盖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正门，然后要盖他的那个皇宫啊。然后他为了他的纪念，他的那个这个胜利啊，他在这边要开始做高塔。所以这座高塔的那个中文名字是那个胜利塔，胜利塔。然后这个国王啊，他只要盖，你们会看到这个高塔是供奉那个5层楼啊。但是这个那个阿富汗的这个国王，他只要盖那个1层啊，那说没有上面的4层啊，他只要盖1层。 然后那个他把这个高塔要取名那个胜利塔，然后他死了以后啊，他没有生儿子啊，所以他死了以后，他的孙子啊，他要当国王，所以他要当国王的时候，他的孙子在上面还要加2层啊，所以这个塔就变成那个3层了。然后那个最后你们会看到那个上面的2层是那个大理石的，下面的3层是那个红砂岩。 下面的3层是红砂岩，上面的2层是大理石。然后上面的这2层跟下面的3层建筑风格不一样，下面的3层就是都墙壁上都要雕刻那个可兰经啊，但是上面的2层没有。
上面的两层是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国王啊，以后就是伊尔三零年的时候，他就被一个那个伊朗的国王要打败啊。然后那个阿富汗的国王就是离开这个地方以后啊，去伊朗人，在上面还有加两层，所以下面的三层是阿富汗人盖的，上面的两层是那个伊朗人啊。然后伊朗人他们在这边还有关系差不多300多年了。以后英国人的时候啊。 上面的那个一层啊，就是被那个有一天晚上下大雨的时候啊，它上面的第五层那个被那个遭到雷击啊，然后被烧坏啊。所以英国人呢，他们是没有办法要做那个原来的那种啊，他们是随便还要做一个高塔，就那个加上去啊。但是以后那个印度独立以后啊，就是印度政府又发现了英国人盖的这一层。 跟下面的五层就是不适合，就看起来不好看了，所以他们就拿下来。你们在这边有看到有没有一个小塔在这边呢？就还原那边，等一下你们会看到啊。这是英国人加上去。这是5年前呢。 就是有一些那个小朋友啊，他们要来参观这座高塔，然后他们要那个里面要旋楼梯啊，然后他们要上去那个第四层楼的时候啊，里面就突然那个停电了，然后里面就变那个漆黑的，所以那个这些小朋友就吓一跳啊，他们就赶快要想下来啊，但是为了那个旋楼梯的关系，有些就是掉下去啊，有些是互相踩死啊。 这样差不多要160多个小朋友在里面死掉，所以从这以后就不允许要那个参观里面。地上，这些是猴子。中国跟印度一样，中间的这些栅栏啊，就是要防行人穿越的。然后黄色这些车牌就是营业用的计程车。 印度的总统府，那你们的右边一个圆形的建筑，这个是国会大厦。这是英国人管制印度的时候，这个建筑就叫那个维多利亚宫。然后印度独立以后，这个维多利亚宫就是会改成那个印度的总统府了。但是现在这个总统府有分了两个部分的，你们的左边的这个部分是印度的国防部，右边是总统府。 前面那个圆形的这个建筑是国会大厦，然后这边你们会看到我们的国旗啊，就是印度的国旗有三种颜色，上面是那个橘色是代表印度的最大的宗教那个印度教，然后中间是白色，那下面绿色是那个代表回教。 那白色是代表着让这两个宗教就是要保持和平。